欢迎收看108年7月30号的港都新闻，我是罗少君。新闻首先带您掌握今天的新闻焦点。日前韩市长自比是水果刀，引来行政院苏院长嘲讽说，如果韩市长带刀就要移送法办。为此，韩市长刻意在媒体前切水果，怒呛请苏院长来逮捕他。高雄市吉祥物再添生力军，新闻局精心打造的柴犬来福首次亮相，希望这个充满希望和爱的吉祥物能吸引投资客和观光客到访高雄。滑轮溜冰选手陈彦成和陈印竹参加2019世界滑轮溜冰锦标赛，成绩优异，分别获得金牌及银牌，获得高雄市长韩国瑜公开表扬。首先带您关注到高雄市长韩国瑜再度杠上行政院长苏贞昌，原因是因为韩市长日前自比是水果刀，结果呢是引起苏院长嘲讽，还说市长如果带刀子就要一把就办，没想到这番话是惹火了韩市长，上午在市政会议后是亲自拿起水果刀切上一大盘的水果拼盘，甚至怒呛请苏院长来逮捕。市政会议后，韩国瑜市长先不接受访问，反而拿出一把水果刀，在镜头面前开始切起水果来。切水果，来，今天切水果。哎呦，好。先是切苹果，接着再切柳橙。韩国瑜市长刀工不差，尽管身旁一大堆媒体，还是切得很自然。最后再把两颗奇异果给切好，随即端起这一大盘水果拼盘，招待媒体朋友。而这突如其来的举动，原来是要给苏院长一记回马枪。来，拿水果刀出来，这样子的话不怕被依法送办吗？我们苏贞昌院长说，我拿水果刀要不要依法送办？就我今天特别拿水果刀，特别出来切水果，切给大家试试看。拿了水果刀，就请苏院长来逮捕我吧。我觉得像我们这种比喻啊，我们苏贞昌院长啊，实在连基本的幽默感都没有。讲话都是酸到不得了，所以我今天一大早特别切水果，拿了水果刀。不满苏院长酸言酸语，韩市长连续多次在媒体面前开炮。而对于蓝营大佬要他戒酒，韩市长也有话要说。再重申一遍，身为高雄市市长，在这个职务上，不可能喝醉一次都不可能醉。万一发生重大事件怎么办？有的时候是主随客变，有的时候客随主变。不管怎么样，来高雄市的朋友也好，观光客也好，拜访也好，如果有应酬，都是希望双方非常的愉快。高雄市长本人绝对不会喝醉酒的，啊，你这里是大蒜加高粱、啤酒、红酒等等，都是希望快乐。有时候唱唱歌，有时候原住民的舞蹈，这都是一种快乐。不要把它想到好像去酗酒，是绝无可能。正式代表国民党参选总统，韩国瑜市长一言一行备受关注。至于有民调指出不信任度创新高，对此韩市长一笑置之，强调民调仅供参考，将会全力以赴。港都新闻综合报道。换个心情来看到高雄市的吉祥物再添生力军，市府新闻局精心打造的柴犬来福首次亮相，市长韩国瑜表示柴犬寓意高雄发大财，而来福的英文名字 Love 则是充满爱和欢乐，希望投资客和观光客来到高雄都能感受到这股好运气。等一下，他最喜欢的食物出现了，尖耳朵、圆肚子的吉祥物来福超级可爱，一现身就吸引大家的目光。市长韩国瑜还送上一颗高丽菜，让来福开心的不得了。穿上去之后呢，更加帅气活泼了。韩市长还为来福挂上一件印有 LOVE 高字样的领巾，因为来福的英文名字是 Love， 呈现出爱在高雄的意象。我们高雄说实在是一个充满欢乐、充满希望、充满亮丽的城市，人民又热情又善良。尤其是远方来的客人来了高雄，时常被我们高雄人的热情所感染、感动。除了新闻局的柴犬来福之外，农业局的高通通、观光局的高雄熊和海洋局的高雄五宝，以及高捷少女小琼等吉祥物也都到场为来福庆生，逗趣的模样融化大小朋友。那我们高雄旧名，各位有没有古名啊？帕告，再来有柴山，所以我们希望柴犬是希望。还有一个意义就是高雄发大财啊！柴犬，大家怕不怕几条不？掌声鼓励，祝福高雄财来福旺。
高雄吉祥物难得共聚一堂，展现卖萌吸睛的功力，未来也将肩负城市行销的重大任务，将高雄以更新颖、更多元的方式推荐给所有人。港都新闻吴秉源、赖昌邦采访报道。滑轮溜冰选手陈彦成和陈映竹两人参加2019世界滑轮溜冰锦标赛，成绩相当优异，分别获得了金牌以及银牌。上午市政会议上，高雄市长韩国瑜公开表扬，并且颁赠奖助军。选手跟教练对于能够为国争光也感到很开心。参加2019世界滑轮溜冰锦标赛，选手陈映竹使出浑身解数，全力冲刺，最后赢得银牌。和他同时参加世锦赛的陈彦成，更是荣获公路一万公尺积分赛的金牌，双双在市政会议上获得颁奖表扬。高雄市长韩国瑜分别颁给陈彦成、陈映竹60,000元及30,000元的奖金，而两位选手对于能为国争光也很开心。就是本人就是比较属于那种，就是努力越多，然后我在比赛会越有自信，所以我的自主训练的课表其实有时候会比主训练的课表还要多。体能训练就是那个重训，还有自我训练，就是还有，因为他身体上有一些伤嘛，他还是会治疗，继续治疗跟训练这样子。陈彦成呢，拿到我们台湾第一次出去的长距离的世界杯长距离的金牌，真是难得嘛。因为他这次之前很多低潮期，然后让他有快要放弃这个滑轮溜冰的项目了哈。但是一再的家人的鼓励啦哈，还有一些很多教练帮他的辅助，然后他再一次又创造这次的佳绩，真的是非常棒，他自己也觉得非常好。两位选手在国际赛中大放异彩，韩市长与有荣焉，也鼓励他们继续为高雄争光。港都新闻综合报道。高雄市国土计划草案将从7月底公开展览，都发局计划在公展期间持续办理多场说明会，将高雄市未来整体开发计划分为保育、海洋资源和农业及城乡等四大功能19项分类，充分揭露，提供市民朋友了解，并且提供宝贵意见，让高雄市的国土计划更接近民意。高雄市都发局依据中央指导原则拟定高雄市国土计划草案，并且从7月底开始公开展览。都发局指出，在考量高雄市的土地特性、环境限制及未来发展需求后，初步划设包括国土保育区、海洋资源区、农业发展区和城乡发展区等四大功能分区，细分有19项类别，未来将取代现有的区域计划法。5月1号之前，好，我们高雄市国土计划草案能够来顺利来公告实施整个高雄市国土计划完成之后哈，我们就会这个区域计划法哈就会一并呢也来废止。值得注意的是，受到公民环保意识抬头的影响，这项国土计划草案深受民间团体的重视。其中小港地区民众因为受到南新计划开发后生活环境变差而提出希望停止开发的诉求。那我们大林埔或弥陀是一直被牺牲的，开发是没完没了的话，那对我们这边是更加的伤害。毕竟我们政府提出的迁村，它也还没有迁村嘛。到时候他们的计划通过了以后，都会变更了。我们一直以来都是看到的南溪计划就是这样子，一次变更，两次变更，把原来承诺的又变更掉。你承诺要做什么保护都变更掉。回应公民团体的声音，都发局指出会持续召开公听会，广纳民意。大致上我们原来既有在高雄市都市计划区内的哈，大多数还是会划入这个城乡发展区哈，只有少数需比较特殊的这个需要保育的状态哈，才划入其他的这个功能分区哈。那这个还有既有的都市计划法，还有这个国家公园的部分，都还是有依照原定的这个计划在进行。都发局指出，高雄市的国土计划草案涉及许多民众关切的公共议题，包括国土保育、农地总量、气候变迁调适和林登工厂处理等，期盼经过公展和公听会等资料的揭露和互动的机会，充分和民意沟通，作为高雄百年发展的重要图资依据。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
暑假大家抢着出国玩，不过要是害怕人挤人又想省荷包，推荐观众朋友富有小香港之称的国贸社区。位在高雄左营的国贸眷村社区，集合式的环绕建筑让人误以为走进香港的老社区，里头的美食更是许多人怀念的好味道。有哪些不能错过的美味小吃，跟着里长的脚步一起寻觅品尝。不用花大钱出国，来到左营国贸新村呢，就有小香港的感觉。一格一格蜂窝型建筑呢，相当密集的这个住宅区是现在很热门 IG 拍照景点。里面有什么美食呢？跟着记者的脚步一起去探访。游客用相机仰角捕捉特别的圆弧形建筑， IG 上一度疯传，误以为是香港老社区的景点，竟然是在台湾。密密麻麻的蜂窝状窗户环绕式大楼住宅，其实是高雄左营国贸社区，其楼下摊贩聚集，眷村美味一次搜罗。爸爸那一代就做到现在了，那几乎已经是三代的这个相传了，所以技术这个秘方了这个各方面都做得非常好，所以你只要这边吃过的话，你甚至于到了他的县市跟着人家吃的东西吃的饭什么的，都会想起我们这边的。在地果峰里长大力推荐这看似家常的狮子头，美味秘方飘香超过30年。就是我们用后腿肉跟碧琪下去做，一般外面吃不到这样的口味。对啊，一般你外面的话，像这种就很方便，像大白菜下去滚一下，然后狮子头放下去就可以到一道菜了。就很多妈妈的就觉得很喜爱的一道菜，就很方便。这家肉品摊商家传第三代，装在透明塑胶桶里的肉松也让人食指大动。店家更贴心的以肉质粗细分成适合小婴儿和大人吃的多种口味。它比较细的口感比较细，老人小孩都适合吃。粗的话，它可能就是比较适合大人吃。对，还有分这个口感。对，口感对不一样，还有肉脯就是比较一丝一丝的。吃起来比较有嚼劲的。不过要说到地眷村口味，孟贝贝的烧饼传承超过一甲子，交由媳妇接手，酸菜笋丝炒蛋满出来的馅料是左营人最怀念的老味道。几岁开始做？22岁那是已经16年了嘞。经营了应该40-50年了，应该50年以上了，因为我们国贸这边从那个70年到现在已经32年了。那他在还没有拆迁之前，就原来老国贸就已经做了20年，那应该是快接近60年了，一甲子了，所以这几乎是老非常老了，而且有名的老店了。豆浆跟烧饼拌菜，还有煎包，就是这些。我们来的时候只有面粉啊，然后来的时候一早起来1点多起来嘛，就开始打面粉、和面粉、做馒头。一样一样做，然后大概5点多就一样一样慢慢就出来了。坚持手工制作，从不假手他人，难怪不止烧饼受欢迎，这比一个拳头还要大的水煎包，饕客几乎天天来报道。真的好吃，韭菜的也很好吃。一次最多可以吃几个？开玩笑，我的身材吃一个而已。他那边在场的每样东西都很好吃，名不虚传。吃多久了？哇，他开多久我就吃多久了。眷村的口味，真的一流的。走进国贸社区，仿佛在老眷村游走迷宫。共有13栋公寓大楼坐落其间，其楼下的摊贩藏不住满满的人情味。有机会来拍照打卡，可千万不能错过菜市场里难忘的眷村家乡味。港都新闻黄俊怀、罗少君采访报道。为了让有工作能力的街友重返职场，高雄市劳工局从105年提出专案辅导，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让81位街友在职场上稳定工作，并且找回自信。更重要的是，能重新和家庭建立关系，不再流浪街头。在教室里协助学员剪纸、陪伴大家学习的助理阿雄，今年刚满50岁。20多年前从军队退伍之后，因为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工作而沦为街友，过着三餐露宿的生活，也居无定所。直到参加了劳工局的专案，接受辅导后，目前在一处社福机构担任庶务员，工作满3个月已经具有稳定性。对于即将踏入职场，阿雄对于未来的生活充满希望。像我们这种身份的人也希望有很多人能够工作啊，不然一些社会的弱势一大堆人都在外面流浪，是很不好。要不然有一餐没一餐的，对，因为像这种经历都已经经历过，也希望这种工作能够
持续的进行啊。所以其实是一个管道，一个通路。其实很多的街友他们是愿意的，那其实他们也是稳定的。可是这是颠覆许多一般民众印象，觉得好像街友就是不愿意工作，不愿意做。其实我们许多的街友他们其实是高学历，或是曾经是经商的，那只是可能一时的挫折或一时资源的缺乏，他们就可能必须导致成为这样的情形。高雄市劳工局为了协助有能力工作的街友返回职场，自105年专案辅导街友到目前为止，已经成功协助81人顺利就业。其中有人在同一职场服务已经满3年，稳定性超出期待。希望透过这些成功的案例，继续帮助有需求的街友达到就业的目的。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如果这个街友他已经稳定就业，也有工作，他也就是有地方住了，那后续他如果要转换工作，那其实就不在我们的服务范围，因为他已经不是街友了，所以这个部分我们就会转介到就是就业服务站，由其他人来服务他。所以其实劳工局对我们的要求里面，其实街友的定义对我们来讲是严谨的，不是因为说他曾经做过街友，他一辈子就是街友，我们就一直服务他，也不是只要他稳定以后，我们就会衔接到就业服务站了。工作之后才是真正困难的开始，因为他们会面临到一个新的环境。最大的我们大部分街友朋友遇到的在职场上面的困难都是人际关系的问题居多，所以他们进入到就是一般的职场，他们必须要配合职场的上下班的时间，所以这些大概就是进入职场后会比较困难的地方。那透过我们救服员就是到职场去做访视，那访视的话除了给他们正向的支持之外，也会了解说他在职场有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就业辅导员指出，许多人对于街友存在刻板印象，就是不够稳定，无法工作。但是透过陪伴和理解，也能够促成街友成功就业，翻转犹疑不定的人生。港都新闻李正道、黄兰君采访报道。首次从影视跨足舞台剧的八点档影星方欣、王建富等人，携手演绎一个透过女人心来看三个不同时代的舞台剧故事。在高雄举办的见面会上，他们各自分享长达5个月筹备这出戏的心路历程，也请粉丝们好好期待他们在舞台上带来崭新的表现。女性，尤其台湾女性，比我们所想象的都还要坚强。后台实际中，演员仔细琢磨情感的诠释，并阐述首次从影视跨足音乐剧的感受。长达5个月的精心准备，由方欣、王建富、苏彦佩、吴殿谦四位影星携手演绎一个穿越百年女人心的故事。女人心是一个讲台湾在地的故事，咱在地的故事，咱家己讲。女人心见面会在立委赵天麟推动的老屋再造小田地举行，四位主演各自在现场分享从影视跨足舞台剧的心路历程。一接触，其实很多口条、肢体、声音都很重要，在这当中其实我们都遇到相同的问题，所以其实我们都有去上课啊，肢体课、表演课。在南部的观众朋友，他们也很想要来进入剧场跟我们接触。那所以这一次我们主要会选在南部，其实有一大部分的原因是想跟大家接触。有别于一般舞台剧，从南部出发巡演的女人心音乐剧，一大看点更是有2位金曲歌王黄文希及桑布一现场为戏剧伴奏，而主题曲也抢先曝光。舞台剧上面对演技来讲，跟观众的互动更直接，更是一种考验，更一种新的体验，所以大家一定要去阿兰狗熊狼别当闹鬼哦。透过女人心来看三个不同时代的故事，演员深刻演绎，首场演出将从台南文化中心出发。港都新闻张世明、夏欣采访报道。10年前，一场风灾造成甲仙小林村灭村，地方要重振经济，到现在还有一大段路要走。有企业发挥公益精神，以小林村大武龙族为设计，将当地传统作物南国际的相关产品包装后量力再出发，希望重新唤起民众的关注，帮忙当地村民的经济重新站起。产品发表会上，由小林国小带来的陶笛暖场，悠扬的笛声抚慰人心。随后，大满舞团表演传统歌舞，尤其老船长的大武龙古谣更是扣人心弦。Oh,
过88风灾十年，移居到日光小林村的居民收起悲伤的心情，希望依靠祖先留下来的传统农作物南国蓟来研发商品，重振当地经济。这样子，我们觉得我们还蛮庆幸的，真的很高兴他们把我们鸡脚翅找回新的一个开发的，因为鸡脚翅它本身，因为我们88风灾过来之后，一些老人家真的都不知道怎么谋生，然后他又刚好有种鸡脚翅，然后刚好又有这个机缘，然后有人来谈合作，就是对我们村民还蛮大的帮助。这个物件就是咱1000块的后壁有一个蓟草的花，啊，所以伫阮社区进目前吼是小旅行大量的推广，吼，啊这。即，人你若讲去阮遐小旅行吼，也是讲你要用迄款栽培，拢会使，拢会当伫阮遐来买着安尼。企业发挥设计包装专长，协助日光小林村民行销农特产，并且以大吴龙品牌出发，希望传承族人勇敢坚毅的生命力和精神，也期待透过抛砖引玉，邀请社会大众投入协助小林村重建经济的社会公益行列。我们很会做一些农产价值设计，所以才有了这一次的设计合作，然后我们就开发了这款南国蓟酒这样子。那这一款酒，因为我们真的是知道是这个协会重建不是一年两年的，是要持续的发生。这一款酒的售出，我们都会有20%的收入会回到日光小林协社区发展协会持续支持。到政府其实都有帮忙，可是一段时间过后，其实过了几年之后，其实后来发现到蓟酒是可以滞销，就是说。在媒体还没有后来比较没有关注我们的时候，其实我们的鸡脚量、那鸡脚翅的销量是整个往下掉，所以最近这几年，农民就开始讲说，可不可以再回？有人在问说，可不可以再回来种鸡脚翅？那有没有什么管道可以让我们开始可以卖我们的鸡脚翅？莫拉克风灾到现在已经10周年，很多民众也许逐渐淡忘那段小林村被灭村的悲剧。不过对当地居民来说，重建之路还在持续，也希望这段漫长而艰辛的路能有社会的支持，当作他们面对未来的勇气。港都新闻李佳龙、黄雷君采访报道。2018年7月，高雄市交响乐团附设青少年交响乐团受邀前往日本东京世田谷区演出，在日本东京缔结良好的友谊。今年暑假，世田谷青少年管弦乐团也回访高雄，在文化中心志德堂，两个青少年乐团联手演出，以音乐彼此交流。一首又一首经典的曲目，透过台日两国青少年乐团轮番演奏，悠扬的乐声中似乎也传达了双方友好的情谊。来自日本的世田谷青少年管弦管弦乐团与高雄市交响乐团附设青少年交响乐团联手演出，150名学生齐聚一堂，以音乐突破地域和语言的界限。而这段巧妙的因缘，只源自于去年高雄市交响乐团受邀前往日本世田谷去演出，而今年由世田谷回访高雄，在文化中心志德堂再续前缘。我们这一次的团员从10岁到18岁。我很希望10年后、20年后，我们彼此还相识，彼此还合作，彼此可以互称别人为我在台湾、我在日本的老朋友。两团选择的由罗杰斯创作的电影《真善美配乐》以及安德森舞会中的美女作为联演曲目，都是百听不厌的经典曲目。高雄市文化局也期盼这段友谊长存，让两团的青少年乐手都能够借由这次的互动留下美好的回忆。港都新闻综合报道。接下来提供给您最在地的港都生活讯息。We'll be right back.
继续带您关心明天全台各地的天气预测。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时阴，气温26到35度。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多云时晴，有下雨的机会，气温26到35度。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7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澎湖、金门、马祖地区晴时多云，气温27到35度。以上是今天的港都新闻，感谢您的收看，祝福观众朋友平安顺心，我是罗少君，我们下次再会。